大家好，我是沈春华。有你相伴的旅程是一部记录失智症的患者雾妹跟她的照顾者，也就是她的儿子朝林的故事。老实说，过去我有点怕看像这样子的电影，因为感觉失智症就是一个沉重的议题，但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。我们不知道生命在什么样的时刻里面，我们会被丢出来一个很巨大的问题，而它的答案一定是不简单的。透过爱，我们勇于承担，也乐于照顾我们的家人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生命的学习。我们知道过去曾经有过的是多么的珍贵，而我们所欠缺的也可以不断的发掘，透过学习再度拥有。感谢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拍摄了这么一部有意义的电影，希望你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来观看，并且享受这一段有你相伴的旅程。